的最后的六包终于出了，闪耀迪迦！不要滑走，看完视频关注评论就可以获得黑暗赛罗 UR 拼图卡。哈喽大家好，我是蒙彪斯。上一期视频我就清空了小卖铺能开出闪耀迪迦的奥特曼卡包，可惜我把全部的奥特曼卡片都清空了，但是没能开出闪耀迪迦，我很是不甘心啊。所以本期视频我又打算去小卖铺里面看看，看看那个老板又没有拿出来新的能开出闪耀迪迦的奥特曼卡包，咱们这期视频再去安排一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看买一些其他的卡包吧，如果有的话咱们就继续来一期闪耀迪迦的卡包，不开出闪耀迪迦誓不为人。我们出发吧，我们现在到了，这里也刚开门，我们过去看看吧，看一下今天又有没有可以开出黄金迪迦的奥特曼卡包。哎，这里，今天这里又发现了几包可以开出闪耀迪迦的奥特曼卡包，我们全部给他买了吧。现在呢，我已经回到我家楼下了。上期视频我去清空了小卖铺，能开出闪耀迪迦的奥特曼卡包，买了十多包，但是没能出闪耀迪迦。今天呢，我说去小卖铺看看，还有没有这种能开出闪耀迪迦的卡包。去到小卖铺呢，小卖铺里面还有六包，然后我全部给他买了，也不知道这六包里面能不能开出闪耀迪迦。听小卖铺的老板娘说，前几天有一些小学生来买了这种卡包，也不知道那些小学生的运气好不好，有没有刚好买中闪耀迪迦的卡包呢？如果每一大盒里面都可以中一张闪耀迪迦，那我们下期视频直接去买一盒吧。有时候我去清空又不是清空了一整盒，因为有些小学生买了的，如果这六包里面还开不出闪耀迪迦的话，下期视频的话我就直接买一整盒。那我们现在就回家把这六包能开出闪耀迪迦的奥特曼卡片拆开吧，希望这次能出闪耀迪迦。我现在呢已经回到了你们熟悉的老巢毛毛边，希望今天我去小卖铺买的这最后六包能开出闪耀迪迦的奥特曼卡片，今天能开出闪耀迪迦吧。如果这六包再不出闪耀迪迦的话，下期继续安排，不开出闪耀迪迦誓不为人。主要我也是看到很多小伙伴已经开出了闪耀迪迦，我也很羡慕呀。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就拆开吧，希望第一包就中呀。闪耀迪迦，闪耀迪迦，求求了，希望第一包就中。飞卡飞卡飞卡，闪耀迪迦。哎， SR 的泽塔奥特曼不好，咱们继续，希望一定出啊，一定出，希望一定出闪耀迪迦。哎， SSR 的杰诺奥特曼还行吧，咱们继续。废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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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又是一张 SR 的，还是一张怪兽卡，不好，咱们继续。难道真的被那些小学生恰好就买去了吗？哎，我看到了最后一张，好像有点闪闪发光，咱们前面的不看，直接最后一张SR 高斯。天哪，不是吧，我去，真的被那些小学生恰好就买去了吗？能开闪耀迪迦的那包卡，这个兄弟们你们看这个边，看到没，这个边就是能出闪耀迪迦的吧，对不对，咱们直接中。兄弟们怎么样怎么样，这最后的六包终于出了闪耀迪迦，我还以为真的被那些小学生恰好就买去了，没想到闪耀迪迦。哇，哎呀，真不错真不错，咱们还有一包，把这包也拆了吧，闪耀迪迦也出了。哎，看看这包，哇，又哇，不是吧，又出了一张这个黑暗赛罗 UR 的这个拼图卡，之前我清空过一次，我是凑齐了这两张的，这边还有一张一样的拼图卡，真不错呀。那说明这边这一半呢，这一次的话肯定是被那小学生买去了吧，幸好这张闪耀迪迦没有被买去啊，兄弟们终于出了呀。因为上期视频我去小卖铺里面清空了能开出闪耀迪迦的奥特曼卡包，一次性把小卖铺能开出闪耀迪迦的卡包都清空了，但是拿回家呢没能开出闪耀迪迦，然后我就特别的不甘心。今天我说准备去小卖铺里面看看还有没有这种能开出闪耀迪迦的卡包，去到小卖铺发现还剩了六包，我就一次性全部给他买了，没想到这六包里面真的开出了闪耀迪迦，还开出了另外一张 UR 的拼图卡，你们看一下闪着金光，兄弟们你们觉得这波值吗？是不是超值呀，六包里面就直接中了，我的天哪，既然今天那么激动人心也那么幸运，我中到了这张闪耀迪迦，因为我手上的这张赛罗的拼图卡我之前是已经开出来过，那么本期视频呢我就决定把我手上这张 UR 的赛罗拼图卡抽给关注我的这些粉丝们，这次我会在评论区面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观众，把这张 UR 的赛罗拼图卡送给他，想要获得这张赛罗 UR 拼图卡的就赶快关注评论起来吧。哎呀，真不错呀，今天你们有没有啊，有多少人已经开出了这张闪耀迪迦的，可以在评论区面发出来哟。哎，真不错啊，真不错。好了，我是蒙彪斯，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给我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喽。